辛苦了，杨幂老师。有着大陆流量女王之称的杨幂，出道多年演出许多人气电视剧。杨幂日前下班遭大批粉丝围堵，她穿着厚外套，一头长发在脑后玩起，周围有许多粉丝举着手机拍摄，不时有人呼吁别挤了。此时突然有陌生男子竟然伸出手摸杨幂的头，并称辛苦了杨幂老师。当下杨幂立刻皱眉回头，影片在路网疯传，许多人愤怒表示这根本是性骚扰，男的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咸猪手，把他都吓到了。别挤了，好吗？别挤了，让一下，这个，来，大家小心，这一次别挤了，别挤。